我第一回真的吃到那个油滴流全是花椒，那个感觉全是麻。哎，我这儿把它罩不住了。你在我那打麻将啊？我带你来打啥子麻将哦？我继续带你在柬埔寨来吃社区火锅噻。只有那些打麻将老头老太婆多的地方，社区火锅来资格才正宗，晓不晓得？带点些欢迎光临那种没游客的，你看看去嘛，是不是？吃小面只值7块钱的，吃火锅只吃社区的，懂啥？哦，你给我看那个锅底哈，好多海椒，哎呀，你怕不怕？但是你放心哈。那是社区火锅，它不会很辣的啊。通哥，你如果觉得那个锅底很辣的时候，你还拿去给家头留油，它都会降低那个油头的辣度，晓得吧？但是会增加那个锅底的香味。哦，懂了吗？哇，这个社区火锅太厉害了吧，全是花椒，你看。必须噻！我跟你说，那重庆火锅公馆它必须是麻辣鲜香，麻是第一味，晓得吧？来，主要去选吃七盘牛肝，主席。花肉来。等下这个黄花锅。哇，记到吃麻辣火锅用新鲜油点。哇，你给我看一炸一点功夫，你给我看出来好泡像油条一样。哇，油条豆干了，那个成了。哇，那是炸的三只吗？油炸三只，不像豆干了。随着那个温度一进去啊，新鲜油点的香味一下子起来了。嗯，好不好？嗯，哎，特别足，你看，哇，这真的太爽了。特别是味儿，而且那个味道很好。毛主任，哎呀，好，我看那个毛主任60块钱一份，我那个性价比高哦。来来来来，整整整，爽。它那个起味儿很快哈，它翻水水多，但它味儿又浓。真正的传统重庆火锅，它不是油多水少，它就是翻起来要看见水，但是这个锅里面又要很浓厚，知道吗？爽得很。那个他说他是鹅肠，那个绝对不是鹅肠，那个只是二层的鸭肠。来来来，鸭肠要吃。好多花椒。哇，那哈真的麻味一下就起来了。像那种社区火锅哈，吃的都是一个是味道，二个都是菜品哈。来，整头扒牛肉。它这个牛肉不是特别巴，但是很香，它用的牛腩那节，很香。哇，还有点儿呢，全部都是一些传统菜品，没得啥子创新菜的，但是吃的都是锅底的味道。我想那个火锅儿些，那个都吸味儿的很多，那个黄花里头那个花椒。我教你真正吃法，就直接吃。我啷个都要裹下牛筋噻，那个得了不裹下牛筋儿啊？那黄花必须弄在个饭高头焖一下。哇，这个黄花好麻，又麻又辣。又麻又辣吗？那我来尝口。那个时候的黄花的口感最好的哈，鲜啊，舒服舒服。它的最大的特色是那个牛肝。老板，打干点来呀。好的，好。好。哎呦呦，咋子？来，牛肝，干要绝配牛肝，它这是绝配哈，最佳色皮呀。那个牛肝不得了，蘸上那个干油碟，我讲。那个感觉全是麻，青花椒好麻，麻的。哇，我看那花椒，哦，绿色的是吧？一坨坨的，哇！老板，这花椒不要钱吗？来来来，大了餐了，来吧。好，哇，那个花椒确实太麻了。哇，我的妈，那个猪肉，猪肉也好吃。啊，他那个的菜品也好，锅底也好，你一吃都吃到，那都是90年代的麻酱系列，都是以花椒香为主，晓得吧？串味吃的是海椒香为主的，所以说你们喜欢哪种都吃哪种。来，嫩肉片，晓不得？都是秦岭那一带的嫩肉片，都做得好，你包括南园也好，社园也好，你看它那个食材都很好，对不对？眉毛肉、正花儿，一个师傅嘛，必须的。哇，那个红烧粉很舒服。哇，那个锅底煮那个嫩肉片，我想无敌了，真的绝了。特别是他把那个花椒那个香味儿吸收到那个嫩肉片里了。你不会吃都不晓得，你以为是红烧粉片啊？那是老红烧粉，长牙齿了嘛？
哇，哇，那个嫩肉片，它本来那个牛肉哈，那个新的牛肉啊，它是清香爽口，味道哈，同款牛肉在我的橱窗。我整个挖的后现在都是火锅的香，花肉的香，我花肉好吃惨了，还都是新天油的那个芝麻油的香，我想嘛。老板，那个拉饭呢？我那个直接生的沙包菜啊，你这样来吃，我比较晓得啥子是中国流行川渝的味儿，地道渝中区的重庆火锅味儿啊。再给我来点。啊，我第一回真的吃到那个油点都全是花椒，哎，我这儿把它遭不住了，我吃过猪肉，它的猪肉全部都是现炸的。哇。不妨你们来重庆旅游一定到那些地方来吃火锅的，我讲你们在那些地方才能真正的感受到重庆火锅的魅力，仅消费340元。